喂，爸。女儿，你上班累不累啊？爸，不累的。你跟妈在家都挺好的吧？我们在家都挺好的。我看你过年都没回来，我和你妈想过来看看你，给你做几顿好吃的。你天天点外卖也不健康。爸。魏总，我今天想早点下班，可以吗？我爸妈过来了。你看大家都在加班，你可不能因为你个人的事影响公司制度，知道吗？那好吧。小凤，把这个礼物送给客户。魏总，这是？这个啊，可是我从江西带回来的特产竹筒酒，52度客香型的。他们可用的是3年以上的白酒作为基酒，通过高压微创技术啊灌入这竹筒中，以达到以酒运酒，酒色金黄，柔和爽口。那这么好的酒应该不便宜吧？哎，不贵，原价100多，现在啊厂家在做活动，只要39.9块，点击下方小黄车啊就可以购买了。这么好的酒还这么划算，我也要泡2箱回去给我老爸喝。行。魏总，还累着干嘛？赶快去啊！